那边这边没得家，这边两家人家吧。两家人啊。哦。从那边。
样的呢？疼，二姐疼。包饺，你还找我俩家还整个包饺了？你背不起，要买包子去买。谢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你找过来，找过来连子，我这个狗找你呢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宝宝，谢谢。好，走。嗯，你辛苦了。来来来。嗯，谢谢你啊。来来来。你看好多人都不给钱的，我就问你。该，谢谢你啊。嗯，什么不该？你真朴实，真善良。什么不该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嗯，好的。哎呦，没干这种道理啦！不要拿出来了，你不能拿出来，真的谢谢你了。哎呦，没干这种道理，没干多少了。
来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了啊。阿姨你太好了，阿姨，阿姨你太好了，阿姨你好善良，阿姨，阿姨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阿姨真的不用了，阿姨我送点东西给你，阿姨，我送点东西给你，哎呀，体验一下这个打扮，体验一下，你们村，有好多善良的人，然后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，是吧？我送点东西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拿到嘛，拿到，拿到拿到，应该的。其实我也送给你，我不要，真的是应该的。我送了好多人了，今天没事送你一锅，我把你们村都快走完了。那谢谢。好，你拿到，真的是应该，因为我这打扮高袜子，好多人都不给钱，我赶我去了，都给我。然后这几块钱我也还给你啊，你给我的这几块钱我也不要，这是你给我的，我还给你啊。还给我呀？啊，我还给你。然后我还给你再买东西吃，我昨天买了好多了。没有没有，他送了好多东西。有我这个豆腐鱼我自己做的。我来我的公安还有个狗让我来公安赢了，谢谢你了，哎，真的先拿回个嘛啊，谢谢你了啊，那公安赢我告你不给你过来。好的，我今天也喝完了，我也准备回去啊，我送了好多米了，不是讲送了你一个了，高兴晓得我是讲，我是讲你带那个白账，我一竿子死马拿过，我都是讲嘛。把人形状